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，这个地方是伦平文化地景园区。哎呦，这个地方是从1970年的时候，国防部就在这边设立了一个伦平的一个宿舍，就是军人在住的地方啊。哦，那后来经过改建之后呢，现在中央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草坪。 对我们来说都会是很可怕的一个大草坪，担心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有非常茂盛的树林，然后这边有客家的工艺聚落，然后在前面那个地方有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地标叫做龟壳剧场，哦，会有龟壳花，对不对？待会搞不好有机会看得到，也说不定。但通常是这样，场地越大，我们就会越担心。对，好，请问一下主谋，我们要干嘛？我们待会会抽出一位机敏，站在椅子上甩球攻击。 其他八位找甩球的空档，去按椅子下面的尖叫机，按响了就是升级吃东西，啊被打到就淘汰。攻击手打到4个人以上也可以升级。哇塞，哇，这还有弹性，一定要求击中吗？勾住绳子呢？要求击中。攻击手是现在 level 最高的2个人，2抽1。2抽1。哇，我们两个当攻击手啊？哎，2抽1。那他出发前。 我可以询问他，不管他告诉我真假，我可以有个依据，他来偷偷的告诉我他是哪一国人，当然可以啊，对啊。啊，可是我们这样，我们也得快速的介入。啊，这样我就是我很讨厌，我不知道要不要。等一下，如果对，可是每个人都跟我讲同国，我每个都放水。 那没有人知道你是哪一国啊？哎，也是哎，没有人知道你是哪一国，所以你要他，所以我不能说。对啊，所以是来讲的人，我决定要不要打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愿意讲，你才有机会。如果你不愿意讲，那你就一定是被打。对，就这样子。不愿意讲，我愿意讲。就是你，如果不愿意说，你身份我们一定火力全开啦。对啦，应该是这样。对，说2抽1嘛。2抽1啊。 2抽1啊，2抽1啊，2抽1啊，2抽1。2抽1啊，2抽1。2抽1啊，2抽1。2抽1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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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啊，你还没赢过。不会说谎，我就是。没有，你去就斩钉截铁的告诉他你是魏国人。好，你真的不要想太多，就来，我一定打你。你那个样子，我看起来就算跟我同国的，我不打我。很重要的资讯。哎呦，刚刚因为刚刚我看到有一个人，他不知道他自己身份，在沟通被我看到。我知道他是谁。有一个人不知道他自己身份，他在谷歌是吧？他在谷歌，他在谷歌。哎，我这个资讯好像蛮重要的哦。哎呦 ，OK。那我觉得就先来就知道了。先来吧，脑袋都烫了。公平起见，一次进来两个。好，一次两个。OK， 来。小心啊。先抽吧。来了我哎。哎呦。毛俊。毛俊，好。蒙哲，哎呦，两难哎！我怎么突然有一个预感，就是会抽到我？蒙俊跟蒙哲，好来，我赢你们两个，身手矫健。好，我们听到了。哦，会不会就是刚刚在吹哨的那个？还要吹哨，吹哨开始吧？没有吧？哦哦，好，你要不要跟我讲？你也可以选择不跟我讲，你就直接拼体力也可以。就是啊，我的那个性有点。这里可以了，来，开始了。你回来了，你背叛我，你完了，你放着，没得说了。不是你回去，你没有说游戏开始啊？你怎么会？你回去，你怎么会听大哥的那个烂招？他这个算了，他这个就还没有开始甩就不会算呢。那这个很明显，就待会一定要第一个就丢他了。没有，我们好好讲。你学大哥怎么会听大哥的呢？因为我觉得确实这招蛮好，好像蛮好的。对于我啊，你觉得现在还没有喊开始？你可以给我线索，我给你线索，好，因为我觉得你也要体谅，我也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但是你是 level 2的，对，我直接跟你讲，我的姓氏是什么？姓氏是哦，这两个人里面呢有危险哦，哎，他的转速好像颇快的，哎，我的帽子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他一直面对我，我觉得他的目标是我。就一只手要对抗两个人。啊！啊！啊！走！走！
俊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完了完了，一对一太难了，你没有趁机进来，一对一这样太危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闭眼睛，你能够冲过就过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好，哎呦，摸到摸到，摸到摸到，好，还好还好，升级，升级 ，yes。哇，孟哲要升 level 3了。我给大家一个提示，他们刚刚两个跟我讲的是不同国家，好，你们就赶快先记下来 mark。但因为我现在有可能要散发讯息给我自己的队友。但你好像有使命要 cash 某俊。某俊，你好像很想 cash 某俊啊？有吗？我觉得他一开始我走到哪边，他都一直面对我。那个是声东击西之术。哦。然后他把我骗进去。哦。来，接下来两个。大哥，有用的，然后再你不用再抽一个凤叔姐，你听我说，有用的。我们两个就只是为了机会，就为了被 K 而已。哎，是我哎，我跟你讲哈，啊，你也不用跟我讲你哪一国了。反正待会哈，你就等大根被我 K 那一刻，你就赶快过来按就对了。等一下，听我说，我这个资讯很重要哎，因为你没有资讯呢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要透露出那个人他在查的角色是谁，你可以分辨他等一下跟你讲的时候有没有说谎。哇，来来来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不错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刚才看到玛丽亚，她一直在看她的手机，在查人，她在查姓周的，你知道了。知道哦，知道是谁了吧？周杰伦？不是啊，我还是觉得我在开玩笑。你讲的话真的很不能让他相信啊！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啦，好不好？你要让我过，他讲会骗你。好，我考虑，我考虑，我考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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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虑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两个要好好沟通，因为我们两个是目前最高的。对。然后重点是，我们也不晓得。我坦白跟你讲，刚刚 level 三的时候，我不是问你。我这边来想要跟你沟通的是，我们各交换一点一步的条件，但是不讲明，因为你也一定不想跟我透露整个身份。还是你已经问过我的？你可以没有啊，你可以跟我讲你的，你要跟我透露的。因为他不骗人的，对，对不对？是可以相信，对，比那个大根诚恳多了。可是其实对我来讲是有诚恳吧？对啊，我就直接跟你明确的说，我不是，我被伤透了中国人。一个轮流上哦，他们讲好久哦。对啊，为什么要主持？你们不要急，你一分钟过去了。那我跟你讲，聊起来了。我刚刚验了你。哇塞！哎，是不是交换？我有这个也是算了。OK， 可以。所以你们有线索可以往后推嘛，对不对？太快了啦！哇塞，这很威，这很威！哎呦，哎呦，弯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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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到了。来不及，你来不及弄到他，你刚刚有转了，你刚刚有转，没有下去，不够长。对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会漏掉大根呢？哎呀，好，再来下两位，这个女生有点辛苦哎。对啊，女生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放一下水。啊，哇哇哇！啊，点了点。好，没有什么好讲的。你真的不用过来了，花花一定有，花花一定有。因为我对啊，我有知道。陈福哥，听我刚刚说的，记得哦。大根就最会塞龙。他们讲是讲没有查。哦。你听一下他，你听一下他的角色需不需要查？需不需要查？不需要。不需要他那个秘密，对啊，他才骗你。而且他讲的这个还，我觉得不错。好。什么？他给了个讯息。你觉得不错？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那应该是同伙的才会不错了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我觉得有危险啊！打我啊！好，来准备啊！听少一预备。对，我们两个一起啊。对，360度都可以。这很难啊！你舍得就这样打凤姑姐吗？帽子，你的帽子怎么每次都掉啊？哦，水流星，水流星，火流星，打到重伤的感觉。对。哎哎，你好厉害哦！厉害，我放倒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凤姑姐，你
宋世杰，哇，宋世杰，打中打中，打中，没事没事，哇，宋世杰很拼哎，你看，如果不是有食物，你会这么拼吗？如果没有喝这么久的话，对不对？这是饥饿游戏嘛，人骨打中几个啦？现在才两个啊，才两个啊，所以后面两个我一定都要吃，我才能吃。那就剩下来，所谓林莎跟叶欣梅，谁要先去？还是你不想讲？不是啊，因为他这样子。他现在剩两个名额，我们俩去中的几率很高。但如果你是我同队的我，你可让你们升往上升啊。所以你要让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。哎呦，太难了。叶欣梅大声的说出来，你是谁？我是叶欣梅。哎，我很期待，我很期待。干嘛这样？想要把你说 DJ 黄山啊？哦、oh, ，你到底有听得？你听得懂？我听得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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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得懂。你刚打中几个？啊？你刚打中两个了，所以你们两个没有？他刚才解释过啊，他说找到队友，如果他找到队友，让队友指认的话，对啊。好，好 ，OK， 决定好了。我可以选方向。哦，是吗？你讲是吗？你讲的刚刚吗？刚刚在桌上查角色，应该就是你了。如果我没记错，没有查。如果我没记错，林莎，我记得她有一次来也是类似这个，对。然后大家最后被她骗得团团转，就她哭的那一次。啊，很会嘛。对，真的，真的。你们有没有说谎？我这也是听到你们讲所有的角色啊，所以国家的人数兜不兜得起来啊？应该不会听一听，然后他们有角色还 double 了吧？我现在听到了五个魏国啊！一定有人在说谎啊！啊！好来，披上衣，预备，这个帽子很碍事啊！而且这颗球是那个马里奥的那个乌龟蛋。会不会到最后是椅子先闯？会不会到最后是椅子先闯？走！五五五五！啊吧！五！打 one by one 很难的，差一个，差一个，我们就可以吃东西了。有本事闭眼睛啊！你敢不敢闭眼睛？他都喜欢张眼睛看的。很明显，他最后的那往下拉，是让他过哦。最后那个，我觉得他没有，各位，他真的有往下，只是我觉得他有控制一个范围内。让他哦哦，我觉得有让哦，叶欣梅打得那么快，然后这个让所以他应该他是不是跟我同国的嘛？哦，那你是哪一国？我就是他，我旁边查，我就是他说的五个你的魏国，他亮出他是魏国，他现在亮出他信不信你们自己去。对啊，不管，我现在好不容易 level 吐了，我要知道我是谁。好了，我现在暂时也当了魏国的，我要知道我是谁。好，所以是有一二三四五，五个人可以吃 ，OK， 吃东西。恭喜凤叔姐，我也可以吃。今天终于体会到饥饿游戏的真谛，还真的。我看我刚刚在那边，本来那个柜台那边有那个糖果，想偷拿，血糖有点低，我就偷拿一颗，然后立刻工作人员有人飞踢，我看到，我跟你说，他真的差点从我嘴巴把我挖出来。我们这边是这个样子，严格，但你不用怕，你缺少糖分，但现在他给你的是黑糖抹吉松饼。是冰红茶，冰红茶。哇！为什么不干脆一点就给一杯呢？对啊，一定要应用这样的半杯，给满了。哇，冰的冰的，为什么不给？你会喜欢红茶少味的？红茶。我现在什么味都好。而且林莎，你刚对着凤叔姐说你会喜欢红枣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。林莎，人虎哥现在一脸忧愁，他在思考，哎，不知道思考什么。他思考他的，他想说让他。我资讯量太大了，我现在赶快在集结我的资讯量。其实老实说，老实说，走到现在此刻这个阶段，已经开始对某一些人跟，你会开始有一点怀疑，或者是说，你要怎么去做什么这样？那谁先来？那个 level one 的先。
终于知道谁了。你的身份是小球。哦，知道吗？好适合我啊！我看我一开始的人设刚好就很适合。公子，你的身份是曹操。哇，我这么大。香香菇。你再想一想，我会告诉你他的身份。我想问鞋子哥的身份。鞋子哥的身份是甄姬。升级。好，你可以问一下某一个人的身份。我就问我呢，他是不是也不是每个都动脑的，我这个动很多脑。不打。噔噔。不，你现在可以随便问一个人，我也明确告诉你他是为什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真的好挣扎，因为其实刚才人骨给我一个，因为他查的是我，他似乎是在告诉我他跟我是同。可是我不能确定，可是我这样好像，我如果这边直接问他，我好像又有点浪费。换身份也太坏了吧。那我问你，我想要问的是明莎。明莎什么？当然是明莎了。哇，哇哇哇哇哇哇，雷蒙是有多了什么功能吗？可以开无双，我就直接跟你们讲，我刚才又多了一个讯息，是我知道某一个人是谁，什么什么哪一国人，就这样。哇，好直接，我直接讲出来，对，直接讲，告诉我他是谁。同伴还是？不，我就是随性选。所以其实除了人府刚刚资讯量也爆炸，因为他听你们每个人讲，我资讯量超大，我还在回忆说我刚才哪一个机器。然后我是走过去的人的资讯量爆炸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OK， 好 ，OK。三国战争继续喽。好。现在呢，我知道鞋子是甄姬嘛，所以鞋子是魏国人的嘛。然后再来呢，是刚刚那个牟俊说他是周瑜，所以呢，如果他是周瑜的话，那他就是吴国人。所以吴国人，然后刚刚林珊也跟我讲他是孙尚香，所以呢，他也是吴国人。所以现在我出现了两个吴国人。那剩下的人呢，他们全部呢都说自己是魏国人，鞋子是魏国。孟哲，哎，孟哲说他是什么啊？孟哲我也忘记他说什么，他说他复姓。哦，他说他是复姓，对，复姓我就猜司马嘛，就是他司马诸葛夏侯。对啊，司马诸葛夏侯。对，那如果你司马跟诸葛，司马跟夏侯都是魏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是那个玛利亚说他是司马懿，司马懿也是魏国的，所有人通通都指向自己是魏国的，所以我现在啊要压两个不知道状况从 Level One 身上来的大根，还有那个凤叔，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应该会是我蜀国的。那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点，是因为刚大根跟我讲说呢，他有看到玛利亚在查，然后查姓周的，可是玛利亚跟我讲他是司马懿啊，所以司马懿跟周瑜两个是不同国家，一个是魏国，司马懿是魏国，周瑜是吴国的，所以大根很有可能他是在乱讲话的，因为大根这个人长得就是一副乱讲话，我真的没有乱说话，你看他的脸。是不是就叫乱讲话嘛？是不是嘛？对嘛？所以大根也是有问题，但大根因为他不知道身份，所以他只能乱玩，我们可以理解。所以我还是要再观察一下玛利亚的身份到底是他，因为玛利亚很聪明，搞不好他也不会说真的。就这样。